很可爱嘛，嗯，啊，嗯，给他吃吃薏米来，他吃啊，用手喂他，你看你看他也不怕人哈，笑得素颜，好帅，哈哈，帅死，帅死，天鹅没拍到，看到那两个小孩，对呀，要这样，要这样子才拍的。嗯， 我这样看不清楚，是有拍到吗？看得清楚，看不到。这天鹅很喜欢吃玉米嘛？嗯，不会吃。太高了。啊，走掉了，它可能吃够了。走掉了。或者它可能觉得都在看着它，觉得不舒服。哦，又过来了，又过来了。你往下一点。好。这样子，嗯，现在看得到了，好了。它还在吃，还要吃。 会吃很多，嗯，现在你也不用给它剥哈，它自己会剥，不用剥，剥的手上就来手上吃，啊，你就剥在手上，哎，你看你看，它好玩的，啊，你看你看，它从它手上直接吃嘞，然后你看到水里面吃，消化消化啊，啊，好多天鹅都过来了，叔叔你喂啊，等一下，不行，不能出去啊，不能出去啊，好多的鱼哦。 哇，这远远景很漂亮。嗯。嗯。两只在这背，不要走。哦，两只过来都要吃它的玉米。哦，那一个不高兴了。对呀，把它赶走了。嗯，它要独霸玉米。嗯，这只走了。 这次好像是原来吃的嘛，那一次过来把它位置给抢了。相机，照相机拿来啊！照相机啊，要不要照相机吧？来来来，行。啊，那我要去。啊，相机啊，来一个。好了好了，嗯。叔叔，你干嘛去？啊？